漂亮又收藏，会做饭的男人最性感。大家好，我是面，我又来了。春日绿色变满山，蜜日牛肉烧笋干，笋香肉烂真解馋，再多米饭都干完。开干，准备牛腩两斤半，先洗一番菜。做红烧就确认这个牛腩有点肥的，吃起来没那么柴。我们这儿牛腩和牛肉价格是一样的哈，都是40半，你们那儿好多？差距大不大？准备了半斤笋干。用温水泡发哈，好，我们先泡发了半个小时，把牛肉改了刀，改成圆圆的方块，稍微大坨点啊，吃起过瘾哈。准备好炒料，葱姜蒜。啥子形状你们随意，先让我干下去，泡椒泡椒，没得的可以不放啊。八个香叶桂皮，72盒花椒，炒料就配完了。啊，点火，要得开干。冷水下牛肉，放了葱姜、料酒。烧开先焯水，牛肉捞出来用清水洗干净。笋干泡发以后用清水多淘几次啊，避免有泥沙。现在改好刀，形状就随缘了哈。泡发过的笋干鲜得很哈，来我煮汤都可以。烧油，忘了我还在爱着你。撸成一碗下牛肉，先干爆哈牛肉。今天我们就不炒糖色了哈，把牛肉尽量爆干一点，更香哈。泡一个当当，放入所有草料，放入豆瓣酱，大概3片儿，来点料酒，生抽，老抽一点点，放2盒冰糖，红烧菜一定要放白糖和冰糖提鲜，放入甘笋，加入清水，放点毛毛盐，再放点陈醋，花得快哈。烧开后转小火，一个小时。这个汤稍微多了点哈，可以拿来下面。要得了，起锅。边上炒葱花儿，中间放盐须。非常下饭下面的牛肉烧笋干儿送给大家。喜欢这个菜的朋友们，点个赞哦，谢谢大家。来哟，快请哦。要得，黑干。这个正跑的很。这个味道刚才煮的时候已经闻到了，香得很啊，又鲜。嗯，那不错哦。我感觉我跟平时吃的牛肉不会味道不一样，因为又放了笋子，这个笋子太鲜了啊！我的天啊！你看这笋子，笋子是泡的，嗯，那上面的，上面的也嫩，行，那种，啊，啊，什么？干货，这个干货，这绳子应该，嗯，这个牛肉在我绳子衬托下，显得更鲜哈啊。牛肉嘛，你看绳子，嗯，绳子不掉，啊，牛肉好多好吃，哈哈哈哈。就汤拿来下面了，马上我舀一片，我来片里面拌一拌，哦，哇塞，啊，牛肉。今天视频到这儿了，如果小伙伴我也喜欢互动，请关注我们。我刷米，我明天再见，拜了个拜。